是柯和莉。今天呢，我要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。这是康士美最近新上市的韩国的 Expresso Plus 三分钟快速护发染。我一直很想要买韩国这种快速染发的，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漂色，所以听说就是没有漂色头发是比较染不上去的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漂色，然后它现在是差不多是退到有点像金色。我把它打开来，打开它是长这样子，这样子的瓶身。然后这一罐呢是140ml 的，它有卖很多小包装的，然后有红色啊、绿色啊、蓝色的。然后我这一罐是摇滚紫色，它里面呢还有附这个，里面有附这个染发的，可能是手套之类的。然后先看一下它的说明，它就是要我们就是清洗完头发之后用毛巾把头发擦干，但是保持它湿湿的，然后之后就直接挤这个，然后像涂洗发精一样涂上去，然后停留三分钟后冲掉，就可以快速的上色。我现在的发色是浅浅的金色，然后有一点点长出黑头发。待会呢我就会先去洗头发，然后再来就会使用这个染在头上，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到底好不好用。现在把头洗好了，然后用毛巾稍微把它擦干，然后有一还是有一点湿湿的状态下染。把它打开这个袋子，袋子里面有就是是一个套住肩膀的，把它套起来，这样，套住了，把它套在这里，然后后面稍微夹起来，然后它有附两个手套，然后接下来就要使用这个，然后把这个转的头转到暗的地方，然后就开始挤。可是我不知道挤多少，因为是这样很紫很紫的，挤完之后要把它弄在头上。现在全部都上完，因为太难用了，所以刚跑去厕所用，因为它会有一点滴到旁边去。然后我现在计时，因为我觉得我用有点久，所以我计时两分钟就好了。一，时间到，好，赶快去把它冲掉。现在刚刚把染剂冲掉，我冲冲了很久。然后因为它的说明很简短，它都没有写说到底要冲到什么程度。然后我就一直冲一冲，然后水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紫了，我就停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会把所有的颜料都冲掉。现在已经把头发吹干了，就是跟刚刚看起来差蛮多的，就是原本就是很金，然后看起来干干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它是护发染，所以你染完头发其实还蛮顺的，然后不会觉得干涩啊。我一开始其实蛮担心说它看起来如果真的很紫很紫啊什么，它颜色还蛮漂亮的，有一种微雾的感觉。你可以仔细看啊，它是有一种微雾的透明感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的效果还蛮美的。我觉得这一款 Expresso Plus 三分钟护发染，我觉得它染起来是非常成功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这颜色是摇滚紫色，它不会说像你有可能会担心说它是不是真的会很紫，然后其实还好。像我自己就是停留了三分钟，然后把它冲掉，不过冲的还蛮久的，所以它颜色真的没有很紫，然后反而会有一种透明微雾的感觉，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一罐还蛮值得买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有染过特殊发色，然后它褪色褪得很金的时候，然后你又不想要去补染，你就可以买这个。然后它其实染起来不会说非常的鲜艳，但是它会就是让你的原本褪色的金发不会那么明显，而且有一种柔雾的质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哦。我是柯和莉，拜拜。啊啊，沾到脸了啦！等一下，卫生纸。